害羞了？没有。还说没害羞？看看，你脸都红了。你是不是看我这么有魅力，怕 hold 不住我，所以要从我妈入手，走婆婆路线？不是，我只是觉得你妈妈一直都不喜欢我，所以我想知道该怎么哄她。唐可，原来你是个胆小鬼啊！我才不是胆小鬼呢。你就是胆小鬼。我没有，我就是要见你爸妈，有点紧张而已。那我说什么你都敢做吗？你说有什么不敢的？那你敢喝酒吗？敢。你敢抓小偷吗？敢。你敢为了霍斌去死吗？敢。你敢去见霍斌的妈妈吗？敢。你敢嫁给霍斌吗？敢。干嘛？你炸我？我不管，反正你亲口说过你敢嫁给我的。今天这么多人帮我们做见证呢。哪有这样的？人家求婚都是要有结婚戒指的，没准备不算。这是商场，还怕买不到戒指？走，咱去买。啊，买的算什么呀？除非你现在变出来啊。哼，好，那我就给你变一个。看好了。飘絮无处藏匿，下不完的雨，就像爱哭的你，远远地跟着我，有些闹有些烦的你，所有的快乐都来自你，如果我难过也都是因为你，跌跌撞撞寻相信你从未离去，你的欢笑你的委屈牵动着我每分情绪，流淌的浓烈是你的真情，付出了我孤单的心，是你世界上无可替代的你，是让我抛弃一切向你狂奔去，不能没有。等一下，一会儿要拍宣传片了，哎，快走。可儿，喂，康姐，情况怎么样？我从早上起来就一直跟着他，他现在吃完午饭了，暂时没有什么动静。不可能，以我对他的了解，购物节马上就要到了，他不可能不搞什么小动作，不会这么安静。可是陆总，海月新媒体公司的事情跟我们真的有关系吗？就算是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一旦出什么事情的话，可儿也会受到牵连，我不想任何人伤害他。好的，我知道了，陆总。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好的。冯导，嗯，对不起，冯导，我们迟到了。哎，没事没事啊。来，把那小架给我拿过来。不好意思啊。哎，包装那边怎么样了？哎，差不多了。好吧，啊，这边快点啊。哦哦，我想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对，再降下来点。哎，走。对对对对对。我先忙了啊！好了，各机位准备，大家祝贺我们吧！祝贺我向可儿求婚成功！哦，真的，这是爱死你们了！真的，你们俩真的要结婚啦？恭喜！我没听错吧？太好了！恭喜恭喜！结婚！恭喜啊！太好了！好恐怖！恭喜！
真是太好了。你看这多好，是不是？是。导演，我们都准备好了。好，啊，完事儿了是吧？嗯。哦，好。开拍了。李总怎么样？打起精神来。你真的打算要和唐可儿订婚吗？我就准备啊。可是，妈好像不喜欢他。准备好了吗？来，我帮你。我相信妈真正了解可儿之后，一定会喜欢上她的。哎，又在公然秀恩爱。我跟可儿商量好了，这次购物节结束之后，我们就订婚。好，行行行，可以了，可以了。对，再降下来点。哎，哥。婷婷，你坐这儿。不管你觉得我对不对得起你，在补个妆吗？嗯。我爱可儿的心。化妆师。好的。永远都不会动摇。哎呦，你这头发怎么这么好？坐这儿。好。你有失忆症，你觉得你能给她幸福吗？你觉得我这妆怎么样？啊。喂，可儿，我到了，我说去接你，非不让我去接你。好好好，待会儿见。朱总，资料您过目一下。霍总，我们霍总可能有事耽误了，我先催他一下。没关系，请。不好意思啊，朱总，我们霍总可能路上有事耽误了。啊，是这样的，关于购物节呢，我们智美在线也是非常希望把你们李欧泉作为这次购物节的主推产品，所以非常希望可以跟你达成这次的合作意向。先生，你没事吧？地下车库啊！地下车库。先生，先生，你没事吧？先生，你没事吧？需要帮忙吗？先生，你没事吧？啊，没事。好的，那您多注意点。谢谢啊。喂，谁啊？是我。啊？喂，你怎么了？先别说话，先听我说。我被人抢劫了。但是我好像失忆了。我现在好像在一家地下停车库。你能告诉我，我来这里是来干什么的吗？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说过，你要去跟可儿见一个化妆品的代理人。好像是李欧泉的朱总。刘全。
朱总，实在不好意思，耽误点时间。赶快给朱总道歉啊！啊，朱总，实在不好意思，我向您道歉。没关系，霍总日理万机，难免事务缠身。基本情况呢，刚才已经跟唐秘书沟通过了，能跟爱捷集团合作是我们的荣幸。我们的态度呢，也跟霍总还有霍董事长已经表达过了。对不起，朱总，您的意思是，您已经跟霍总和霍董事长聊过这个事情了？对啊，霍总，难道您忘了吗？也是聊购物节的事情。我们呢是想把我们的旅游权作为主推商品。你跟朱总聊过？你怎么都不告诉我？哦，我当然记得了，但是这次的主要执行人是你，所以我想让你先跟朱总见见面，聊聊具体的情况。这样啊。啊，朱总，是这样的，那既然您已经跟我们霍总和霍董事长聊过了，那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回头您把产品检验报告再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再检验一下产品的质量。当然，这个是必要程序。检验报告呢，已经给过霍总了。是啊，检验报告朱总已经交给了我，现在应该就在我的办公室。回头我拿给你。谢谢朱总，那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